什么事？你好，请问这里是 Clubhouse 的入口吗？是，怎样？哦，里面那个是铁牛跟金鱼脑吗？是，是他们本人。他们是我的超级粉丝，我可以进去吗？邀请码？我没有。那没有办法。哎，拜托你等我一下，我好想进去听听他们聊什么。哎，去金鱼脑那里是真的要自备电脑吗？对，真的要自备电脑。喵喵喵啦！喵喵喵喵喵！为什么他可以进去啊？他有人邀请啊，那是他老婆哎。有人邀请你吗？没有就滚！别惹人！邀请吗？不好意思，你还是不能进来。我知道了，是想要这个对吧？小小心意，不行了。哦，太市侩是不是？问题我早有准备，热血一点。All right， 不行了。你品味很刁钻啊，这也不行的话呢？林波林怎么样？滚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有邀请码还是不让我进去？因为你是 Enjoy 仔，干！我烦欸，为什么要邀请码？搞这什么邀请制度啊？对啊，我也是有邀请码进不去啊。难道用 Enjoy 就没有人权吗？我也想跟他们一起喵喵喵啊！算了啦，应该等到那个使用者数量达到一定的数目就会全部开放，有机会的。哎，算了，我去狮子会去吧。有人要邀请码吗？我这里有一款还在测试的 APP 哦，可以预测你追踪名人一周的行程。我要，跟我来吧。就是这里喽。哇 ，Treehouse， 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变态。我想赶快知道金鱼脑一个礼拜的行程啊。哎，对对对。5、4、3、2。有人要邀请码吗？我这里有一场。这里有一款还在测试的 APP。再一个。有人要邀请码吗？我这里还有一款在测试的 APP 哦。你现在是有。林波林怎么样？林波都来。不行了。这个不行，这是滚。哦。啊，开。Sorry。